吃面是假演员的照妖镜，无心浮夸，而他的至今仍是经典。在电视剧中吃面的镜头是非常常见的，据说吃面是假演员的照妖镜，是好演员的通行证。那么吃面的镜头是非常难拍的，也是特别考验演员的演技的。不得不说，照片中的吴昕吃面的镜头真的让人很无奈，因为吃得太假了。说起来，吴昕也没有学过表演，这么浮夸的表情还是接受吧。张嘉译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张嘉译。张嘉译出演过非常多优秀的作品，张嘉译的演技也是公认的一级棒。张嘉译在《白鹿原》中也是吃过油泼面的，看他吃得这么香，很多人都觉着感觉这个面真是好香呀，好想去尝一口。这就是老戏骨给我们的代入感，由此可以看出这表演技术真的是很棒了。